滥用抗生素呢，可以彻底摧毁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。众所周知呢，抗生素能够杀死病原微生物，可以使得我们的身体呢重获健康。但是呢，不为人熟知的是啊，抗生素也可以杀死我们身体内好的细菌。由于益生菌呢占到我们免疫反应的70%到80%，抗生素会杀死我们的免疫力。我们的益生菌都死掉了，那么偷机取巧的什么寄生虫啊、真菌啊，还有致病细菌呢，会抢着填补生态空白。而且呢，滥用抗生素会造成细菌耐药，有可能最终使得呢抗生素无法继续对抗呢这些病原微生物。